好，我们开启专案之后啊，哦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哦，一样，我做说图页哦，说图页之后呢，我之前有做了，那我就点选这个 bookmark one 这个哦，刚刚做过的这个专案哦。好，那这个是点 PPT 的哦，它在不同的那个功能，它用的副档会不一样。我刚刚提到有一个叫 PCL 哦，及外框有外框的，说图页有说图页，明面有明面，不管什么。就不同的专案，它用的副档名是不一样的，好，但是没关系，它都是一个专案的名称。好，那我们做好了这个样子之后呢，有两个储存方式，一个就是点选这个档案，里面会有一个储存专案，好，那你就点它，好，然后选一个路径去放，像我就是选在这个2015这个，我们今天上课，我选在这个第一槽哈。因为我们的练习都在士林社大的第二期这里，那以今天的日期，好，我存成一个档案名称叫 bookmark1， 好，那主要目的就是做书签练习，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说明，就按 OK， 好，那就按确定，好，那就储存成功了。那这个的储存状态是你以后调出来的话你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一张图不要，我可以直接马上换，好，我的文字是一样的，我可以去换图。或者是我的图是一样的，我可以换文字。那基本上我的版色，因为你可能会做一些偏光啊，做什么非常漂亮的图了，我只要去代换图片就可以了，这个 OK 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去所谓的输出说图页，等于说刚刚的专案是活的，我可以再去换。那再来一个输出说图页，那输出说图页的话，跟那个天字模没关系，我就不用理它哈。我了解，输出完它会告诉你，还要问你哦。你要输出成什么档案？所谓的输出说图页就是我要变成一个作品出来，那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就没得变了，它就固定的，它是没办法再调整的了，那没有办法再调整，我们当然就要比较仔细一点喽，就是要告诉他说我要存成什么格式，我刚刚有提到有所谓的 JPG 档、有 TIFF 档、有 PNG、有 BMP， 不同的档案格式。它会有它的不同的作用，像 JPG 跟 PNG， JPG 它是一种压缩式的破坏格式，所以它会有压缩性质。那 TIFF 档 PNG 跟 BMP 它是一个完整的格式，它是不是压缩的破坏图形方式，那它就没有刚刚的压缩那么明显的，但是相对的，它的档案一定会不一样。我们可以试试看，假设以一个 JPG 我输出的话，我选择 100% 的压缩，然后我用 P10， 好，然后1好，好，然后我按输出，然后它会产生一张这一张完整的图，叫做300 dpi， 然后 1.jpg 按4，那它会放哪里？放在这里，输出路径预设，每个人的 photo cam 的预设产生的成品的结果。都是在 C 冒号的 photo， 那能不能变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变。假设我这次的练习的东西，我都要放在我的某一个专案之下，那我可以利用旁边这个小小的小 icon 去点点一下，选择新的路径，选择新的路径，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浏览资料夹的演示窗。那你选择你想要摆的位置，那一般我上次有提过说，你建议把作品都放在哪里 ？B 槽，好，把档案都放在 B 槽，那我们就选择 B 槽。第一场里面呢，一样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做的视频这段的练习，假设我放这里哈，第二期，然后这里今天的日期2015按确定，好，我的路径改到这里，那我一样我再输出一次，那他就问你要不要选是，好，就完成。那再来我们再试一个 TIFF 档输出，好，一样哦，这时候他会问你重复在 PNG， 我用四种格式都输出给你看。好，那这四种格式呢，其实你去把它印出照片基本上都不会太差，因为我们前面它已经帮你检查过，大家都可以。那只是说差别在于说它的档案格式、档案的容量会有差异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我们选这个详细资料，你会发现刚刚这里 P01 分别有点 BMP 点 JPG 点 JPG 点 PNG， 它后面的档案大小就不一样。
幸福档，他那一张就要六美港，六千多 K 嘛。但是 DNP 只要三千多 K，JPG 最少是两千多 K，DNP 也是要六千多 K， 这两个几乎不相上下，六三二九跟六三九八，表示这两个是没有经过压缩。可是你在看，你发现你用电脑看，我现在已经在跳，你看上面这里 DNP 嘛，然后我就跳 TIP 档，这里换 TIP 档，这里换 DNP， 换 JPG， 除了上面最上面那个档案名称在跳以外，你会发现里面的档案几乎没有变，因为它的成果是一样，在电脑来看其实 72DPI 就够了，可是相对的你去拿去照片输出，它会有一些些差异，因为不同的相片输出的频率，它还是会因为你的档案格式会有一些些的差异，这个是可以去实验，那我们平常是建议大家就用 JPG 就够了，JPG 档案最小，然后也还算漂亮，还可以用的一个档案格式这样。那这个以前的人会比较 care 这个，那现在因为储存空间很便宜，以前这一颗硬碟就好几千块了，现在一颗一 T 的才一千出头，四 T 也才三千出头，那个已经跟我们现在的地价是不能比了，现在是几十万。啊，科技这种东西是会单位成本越来越低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以前会比较 care 这个，现在已经比较不 care 这个，都是希望先，所以说跟建议大家在开的时候，你就选最大辅助度，你的手机你把它选最高辅助度，你的数位相机把它选最高辅助度，这样拍下来，你要做后置那个事情，会比较方便。